Hello， 欢迎大家来到肉姐的美食频道。今天我吃的是这些，等等，这是刚出锅的豆角焖面，这个是我卷的是拌菜凉皮卷，推荐给你们看一下啊。刚出锅的，看还冒热气呢，看着没？这是葱油里的葱，我这个炒肉的时候是先把那个葱给炒香，做了一个料油，这个葱吧我就给夹出来了，夹完之后呢就铺到这个面上。哎呀，老有味儿了。这个肉是玫瑰姐买的一大扇的排骨肉，是从排骨上剔下来的肉。买肉吧就买排骨肉，不腻还贼香，比那个什么里脊啥的腰盘都强多了。哇哇，哇，这面巨好吃，真的能香死个人儿。焖面吧就得多搁点肉，把那肉里的油给逼出来，然后再去焖面。哎呀，那个肉啊，肉香全都吸到这个面上。哎呀，越往底儿翻越热。炸过的葱绝了。看看这排骨肉独有的肥肉啊。一点都不腻。这个肉做之前我都腌了，腌制了。春卷皮儿，这里边就是各种拌菜儿，给你们看看。
哎妈，这个被我的面给烫化了，这个完了，不放一起好了。嗯，赶紧抢救，喝的是香蕉甜牛奶。太多了，有点要求。刚才我咬的蒜，吃面不吃蒜，味道少一半啊！哎呀妈，这底儿翻上来的真热呀！这完犊子了！我这个面贼热，你看把这个都给烫开了，那么膈应。这里边菠菜多。OK， 珍惜粮食，拒绝浪费，又是一期光盘视频，我们下期见，拜拜。